人助选，伊拢爱晓唱歌，啊嘛会晓迄款。我记得有一遍，我甲渔夫，阮就去迄个高雄，甲黄家辉电视主持迄个餐会啦。结果偌趣味个，迄南部甲咱北部无同啦。伫迄南部，我若甲渔夫，若甲刘环月办一张纸哦，我看大概无几个。伫迄南部毋是哦，毋是伫迄咱北部，伫迄南部，若伫迄办即种活动，绝对无啥啦。在南部呢，每一个人，你一定爱甲穿歌舞团来跳舞。啊，迄边黄家辉个餐会，哦，足侪咯。查某囡仔拢穿到足少来跳舞，就查某囡仔唱唱个哦，唱啥物台北金味啊，永清清啊，唱完来想讲一定唔走。我想诶，今天大家对我有意思，唔走啊走。哎，小姐，啊你怎么不下去？伊讲主持人，你不是要跑过我吗？哦、我才才要来站拢。所以讲，伫个南部有真侪就是爱安尼。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去年吼，诶，政党广告内底，国民党本来有开差不多有100万拍一支片，这支片本来要打。结果是去哦，我甲渔夫，阮两个甲破功啦。安怎讲，你知无？大家会记得未？迄阵仔因开始讲，讲欢迎大家来坐 KMP 班机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坐迄个 KMP， 就是国民党的英语的钢签。啊，渔夫呢，由于 KMP 吼、哦，甲改做做 Caramel Taiwan Me， 就是讲台企咱真正台湾人啦。哦，包括我台企，你真正台湾人，本来就是安尼，要紧。比如讲各位。您知影，咱若塞车，经过高速公路，过迄个苗栗，你会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过去，迄个落去安尼一个哦，真紧的下坡道就是三义啦。三义迄个所在就是出产真侪迄款迄个塔古克的物件。啊，大家拢知影过去吼，那咱台湾人飞机起落落来，常常拢去搭个三义啦。你知影为虾米呢？因为国民党管台湾管40几年，伊从来无实行民主啊。啊，所以三民主义伊若无实行啊，所以三民主义迄个民主甲提交到像三义会去背甲有当做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因为安尼，迄个广告片一个，但他叫伊来协调的，规个无爱打。啊，阮去年啊，阮伫咧全岛，我讲一个笑话呢，即、這个笑话就是，一个笑话就是讲国民党的自我膨胀讲笑话，咱乡亲唔知有听过，但是阮这两个见笑话开始共讲讲。过去有真侪老胡啊，伊拢叫来在手的顶头哦，手反攻抗日，杀猪拔毛。结果有一个老胡啊，违章吼，知影怎较手枪啦吼，手上机捡，啊煞去捡迄个，来捡个眼睛，歹势吼，小朋友伫个在限制级哦，妈妈因为伊目睭较好起来，伊也个，啊捡个迄个生殖器顶头啦。结果呢，伊就啊捡落也无好，啊煞烂去咧，啊就走去找一间皮肤科啦，啊个医生就伫遐看袂出来，啊甲迄个护士讲。哦，迄、那个老胡啊，实在是足不心酸的安尼，无代志，坐在那化耳顶头，伊捡两个字，遐大字要死哦。伊讲捡啥？伊讲捡三国啦。伊讲哎呦，这个人爱看三国哦。伊就叫这个小姐，哦，这小姐是种足水的安尼，哦，安尼胸部足胖的，脚掌足小。伊讲，你伫去内面，人家拍着皮你死，你甲消毒。这个小姐就立起，咚咚咚。立起了过五分钟出来，这个小姐讲，医生啊，你讲唔对去啦，迄是三国啦，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啦啊！歹势，恁两个笑话啊，是限制级啦啊！啊，欢迎大家为这个笑话讲给大家听吼。大家嘛拢知影吼，咱大家咱伫个报纸顶头，咱看真侪政治棒啊。过去大家拢知影，画政治棒啊，足艰苦的。比如讲，较早渔夫吼，伊伫中国时报，伊本来是伫中国时报咧上班啦。啊，中国时报上班有真侪记者吼，伫咧那部上班啦。啊，中国时报上班啦，啊，实在是伫咧这两间报纸上班吼，薪水足悬的。你伫咧遐吼，包括你要你家己开台车，你着车吼，报社拢会替你提油哦。你若要买厝吼，报社拢会替你10,000块，搁予你无息贷款哦。无像阮就离岸部安尼，财务拢盖好吼，但是伫咧中国时报咧，若无真侪人伫遐，真做甲挡袂牢，大家拢走走来就离岸部食头路啦。所以我们才讲哦，大家对朱莉亚国小捧场一下，甲阮听一下咧。因为哦，有人遐讲起这个报纸也真可怜吼。啊，逐摆呐，等到有事件，啊，无事件朱莉亚国就歹卖。啊，若有事件朱莉亚国吼，一工就加卖5万，足奇怪吼。啊，大家唔好讲安尼，看这看欢喜啦吼。当然这是功课，这是我的一张相。大家拢知影，过去吼，你伫个报社上班，你袂放假，像渔夫，伊本来伫个中国时报。足气重的，头家对伊足气重的，但是呢，伊有一爿伊画了一个漫画，
为了王永庆啦，啊叫我砍出来，叫头家叫伊骂。头家讲这个袂使话，讲袂使袂使袂，这个时间甲头家咧拍高尔夫球。哦，好啦，我袂捌人，好啦，我袂捌。这个嘛袂使话，这个因查某囝是咱头家的媳妇。啊，我话阿边喏，我话一个少年，讲这个嘛袂使话，这个哦常常带咱头家去做炮兵。啊，所以大家拢袂用个话，所以伊有一个气质，话一个人啊都无面啦。他说没有面子，哎呦，那边的头颅就死掉了。伊有嘛足够性命的哦。咱二人哦，有一个文昌居士吼，要住喺迄个板桥的后埔国小，要来讲紫微斗数看股票。我前来咧对岸播用紫微斗数看股票迄个啦。啊，迄个哦就是何文进，啊，伊某就是陈秀慧迄个民进党迄个国民党的代表。所以啊，咱在座啊，然后算股票的朋友啊，二人啊，一定要去后埔国小去听伊讲股票。啊，过去一个房价画家画这物件，伊拢无法度通画。啊，伫个咱台湾呢，每一个人大家看到政治房价拢感觉足趣味。啊，真是政治房价，大家看上济的时阵，就是看啥？就是咱各位啊，我相信咱各位在座的所有朋友，你拢做过政治漫画家。是啥物时阵呢？咱读小学的时阵，读初中的时阵，读高中的时阵，咱拢爱做壁报，你会记无？做壁报，啊，你着画保密皇帝，人人有责。啊，画画着就简单嘞。穿一件迄款大衣，啊，戴一个乌目镜，啊，夹一支烟，啊，徛在边啊，讲小心，鬼蝶就在你身边，吼，安尼吼。啊，你若违反了反攻大陆解救同胞，啊，你就讲我们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现在是中秋节，我吃了这个月饼，明年我们一定要在南京的紫金山跟我们的同胞一起过中秋。我们要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。他到北平，他到新疆，哦，这边讲起这边是一个大笑话啊！吼，但是咱过去呢，咱的演讲，还是咱的吃作文的时候，咱都嘛安尼吃，啊，老师拢把咱教得好分。啊，所以呢，真侪政治办案也是几年，并讲伫个美国来讲，美国一个画家，一个政治办画家，会去甲总统甲画了一只敢若大象的，还是讲一只敢若二只的，人袂感觉讲伊安怎？是因为美国迄个所在，一台讲一张好的政治办案。比一片搁较大诶，即落社论啊，是一个新闻技术搁较有客观诶款。我记得我甲渔夫，我介特别较有印象诶时阵是，有一年你会记诶无？新闻局开25万诶美金，为美国请一个，讲伊美国上出名诶政治漫画家叫劳瑞，吼劳瑞吼，来台湾，讲要替咱台湾做一个咱台湾诶形象。结果呢，伊做一个人。你知做啥物人？下海敢若李登辉个，啊，迄目睭呢，敢若迄款迄落五六天呢，啊，身躯呢一个敢若相拍鸡啊，伊讲是咧画李小龙。但是李小龙伊嘛无算是台湾人啊，伊是算是美国人啊。啊，李小龙迄个面，李小龙嘛较烟头，啊，迄个物件价值25万美金。迄阵啊，美金端，咱美金一箍端对咱40元，咱1000万互人卖一张迄个足歹看的漫画。结果即摆大家有看到无？看迄李表哥无？拢无看。国民党就是摕咱的钱在咧乱舞。伊让我印象上深刻，伊在福华饭店来开记者会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安尼不可一世安尼。咱遮所有的放假画家，咱台湾足趣味的，咱台湾常常拢有一个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放假学会，阮两个从来无参加迄个学会啦。伫个台湾，愈好个作家拢袂去参加迄种官方个会。我即两天做一个代志，我真欢喜吼，就是昨有一个啥物世界花卉作家会议。各位，昨因为我是编助理案部副刊，就是迄班，我即两用掠去开个时阵。逐天伊拢伫咧家写迄物件，就是我牵的啦。啊，当然我压力嘛真大，就是我当然遮过袂红尘，压力嘛真大。但是伊煞嘛想讲，咱只是台湾人的一部分而已啊，咱也无像外口的人，讲咱有一天要出来闯啥，咱只是实在是袂堪的这个痛心，讲咱台湾就遮尼可爱，叫国民党弄假呢，为什么咱出来做一个代志？所以我记得。伫个即个时阵，昨迄个花文作家会议的时阵，大家知影无？台湾第二个副刊主编全部去到李登辉食饭，敢若有一个人无去，就是我。
啊，我啊，人家在用什么叫来的？你主编你昨天没来啊，没有礼貌啊。我讲，人家刘万官，伊得着五等的奖，伊甲总统，甲讲话的时阵讲，总统啊，你拢无重视台湾文化，你敢若重视中国文化，安尼唔对的时阵，我怎无事嘛？代表我对伊抗议啊！台语师傅叫打电话甲我问啦，问讲。啊，林姐，你昨伫个倒位？我打电话去，因为无你实在是真歹看啦。因为呢，办个副刊的主编无来，我紧助理啊，副副刊的主编无来哦。阮想要做一个表面都做不出来啊啦，啊，你伫个倒位？啊，各位啊，我相信有人昨昏看到我啦。我昨昏伫个李林伟伫个银山饭店咧请几落百来桌仔食饭的时阵，我徛喺风内底，这替台湾真咧做工。咱是咧为了啥？咱是咧为了讲，咱是一个台湾人。因为我记得我伫个三十岁以前，哦，我嘛足爱国民党诶咧。我做兵诶时阵做啥，恁知无？我做代理副道长呢。咱在座有四十岁以上诶以上，你拢知啊？过去二三十年前啊，有一个人拢伫个电视咧甲咱讲，哦，美国吼拢咧保护咱台湾啦。迄个毛树清教授，你会记诶未？我伫个做兵诶时阵哦。我是跟毛树清教授两个南北串联的，伫个军队内面讲，咱的三民主义偌好，咱的国民党偌好呢？今仔大家徛在这个岛上变国民党，国民党本来就变毛岛啊！因为上可恶的就是伊甲咱骗，甲咱骗，包括咱在座的少年的朋友，咱都骗。我今仔足生气的，我因为我家己嘛有伫个学校咧教课，我今仔有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啊真乖。打电话给我，我想这个学生啊，因为我较早伫个学校有兼课，咧教近代史，哎、啊、呦，我拢会甲讲，我常教近代史，我逐摆讲近代史的时阵，教官就我拢在走来录音啦，因为我逐摆拢教五十、四十分的中国近代史，留十分钟来讲历史，啊，所以教官拢足感冒的。啊，我咧学生啊，本来真乖啦，今仔日哦，我忽然间打电话给我，我就知我这已经无好代志。迄、那个学生啊，讲，讲到尾啊，讲老师啊，我真心甲你讲，我即摆替一个人咧做转啦。啊！伊讲吼，伊对你足倾慕的，因为你捌甲阮囡仔写过一批物件啦，吼、哦。伊迄个啥物陈婉珍跟他的兄弟，头前迄个序吼、哦、是我写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本物件吼，所以写得较好，吼、哦。刚才我来过会吼，伊有常常讲，因为后壁有一篇写，所以不写得较好，同你同款。结果呢，伊讲你爱来做工，我讲我要讲啥？不要，伊去人写批物件就好，写一千米就好，甲推荐，但也有伊的名。我讲是啥物人？伊讲是戴天伦，伊给你一笔钱，我马上甲你学生甲面电话甲相关，我感觉足伤心的。我感觉受了伤害，我搞起来就是安尼。今仔日就是算一个民进党的人，伊要提钱，互这个人叫伊甲伊款，我相信无人会提。这个朋友，大家伫个选举这段时间，是下班了后，飞机坐，家己开钱，家己开车到处去甲演讲。咱是为了遐钱，咱是为了台湾安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当然讲到即摆较严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爱来插一个插一个，我拢爱引起渔夫的灵感，因为阮两个同台讲啊新批，所以我即摆吼，即、哦這个新批吼、哦、要交予台工，好，多谢。我等下吼，我收一个麦克风尔，因为林文仪带来到当中，破头皮要甲伊洗头无，先啊要甲伊洗头无，即原因就是讲，即因为最近吼，实际上伊原来足挺罗秀仪的，因为。由于台湾之夜的系列活动开始吼，开始直直踮咧伊个版面安尼替咱倒宣传安尼，咱个逐场演讲吼，伊差不多拢有看安尼。啊，结果看到安尼，啊，压力足大个吼，所以吼，伊事实上原来非常非常个紧，咱个罗秀伟吼，我踮咧遮原来替伊谢谢多谢吼。来，出来加油！啊，咱。林文仪啊，像拄安尼，讲啊极足激动哦。啊，我想起一个，搁想起一个笑话吼。即、這个后尾阵哦，有一道啊，伊就想讲伊伫民间可能我也真受欢迎，啊，毋知伊实在是用弄干笑啦吼。最近啊，我去《太平洋日报》啊，高雄有一个《太平洋日报》。另出一个新消息哦，头版头条讲郝柏村中风啊，结果迄日讲的股市都起几啊八点。啊，这熟悉啦，咱最近啊，嘉义县通过一个议案，讲叫郝柏村下台。
啊，高雄管通袂记啊，佮我心想，讲要组一个暗杀团，要来暗杀你。啊，所以即摆个笑话是讲，后埔村有一道啊，佮照常去爬山，即摆山爬爬啊，想讲伊可能大家拢讲院长好，院长好，哦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安尼，结果撞到一个老伙仔，迄个老伙仔看到迄个后埔村的时阵，从路边开始放尿。哎，迄、那个树伊就行过来讲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洪公无咱咧看到院长咧放尿，伊讲唔是，我若看到这个扫帚牌，我甲酸酸的袂使。啊，这个话话，这就是我办话内底物件啦，吼、哦，转过来 ，OK。咱今麦过来讲一个笑话，讲到这个酸，我就去想另外一个笑话，就是讲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，哦，这个中国文化来污染了后啊。发生一种文化，这种文化叫啥？拍马屁的文化，讲个台湾话讲叫做破家村的文化。但是有一挂朋友讲，咱台湾人无咧讲破家村的啦，拢讲破较头前遐安尼尔。啊，这个拍马屁的文化，就是讲咱会当为咱的生活内底看出。最近啊，咱这朋友吼、哦，你若去淡水，咱这淡水啊。去淡水的时阵，有经过一条路，迄条路叫做林荫大道，哦，边仔拢树啊，足水的，足大条。这条路叫做什么名？灯辉大道，灯辉大道，是安怎？在埔里林辉。顶悬阁有一条桥，叫做啥？金龙桥，在埔里金龙李林辉老爸啊。有一天啊，我甲林文义啊，我就驶车去经过灯辉大道，啊，爬去金龙桥的时阵，我就讲，哎。国民党这些人，若要拍马屁，咱唔爱拍一个较贴地的，讲规气，搁做一个李登辉因老母的布坑。啊，你若通过李登辉因老母的布坑，就到达李登辉的出生地三芝乡啊。安尼个道理哦。所以啊，这个咱这个讲这个，因为啊。这个政治漫画内底啊，有两项物件是较重要，就是一项叫做政治性哦，政治性，啊是政治甲性加起来。啊，若要讲政治甲性，啊加起来笑话，啊来甲笑政治的代志，足多啊。讲上简单的一项，最近哦、啊，各位你若有咧看咱处理干部，我伫人文局的顶端的漫画顶端，有一个专栏叫做。渔夫广告，啊！渔夫广告，迄个题目叫做“聊天叮叮叮叮叮”安尼吼。那么，迄四个漫画内底啊，有一个是日本总统，啊，有一个是日本的行政长官，就是咱即卖的这个行政院长。迄、那个日本总统叫做什么名？叫做二丸一柱郎，两丸一鸡啊，二丸一柱。啊，迄个行政长官是二丸一柱郎的小弟，叫做一夜五次郎。那么这个代志是咧用这个漫画啊来反映的这个社会，比如伊当初咧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种笑话，其实啊，咱台湾爱知影，咱今仔日在咧笑，是咧笑咱家己的。咱来想讲哦，咱过去啊。咱为什么咱台湾人会选出一个政府，啊，一日到晚咧做笑话给咱听？所以有个人问讲，渔夫，人迄剃头毛是拜李洞宾，吼、哦，开基地号会放拜猪八戒，啊，你画漫画会拜啥？我讲拜侯伯村，啊，伊若落台湾无分通食。今麦我再来讲一个，咱这个统一中国的这个笑话。最近啊，咱知影，咱在完全慢慢扛这中国开始咧通，开始咧通。所以开始咧通的时阵啊，咱台湾就成立一个单位，叫做海基会。啊，伊边成立一个单位，叫做海协会。啊，这用因北京话来讲，讲叫做对口单位。啊，这个黄坤辉啊，就委会的主任嘛，伊就讲啊，讲这对口有对上口，没有对下口。啊。所以人英语内底咧讲人民对人民，哦，英语叫做 people to people， 讲叫做屁股对屁股啊，啊，政府对政府，讲叫做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， 讲肛门对肛门呢、啊，啊，所以李登辉的统一三概念是啥？就是口
屁股对屁股，尾仔才来肛门对肛门。最近李小平佫提出一个口号，这个口号叫做啥？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。上面有这一个中心，一个中心就是讲北京做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以上就是香港加台北。结果我才卖一张万位，我讲这就是李小平看台湾的牛肉秀看了伤多呀。看到人家周英啊，上重要是哦，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。所以最近搁卖一张万位啊，去予五路团体人骂到要死，骂到要死。啊，我实在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无讲啥话啦，吼、哦。话讲，但即个陈长文啊，去中国大陆找中国小姐。啊，伊就即摆咱即爿咧讲三通吼、哦，三通，三通。啊，三通的时阵吼，即个陈长文伊就去甲迄中国小姐讲。你想开了吗？而且中国小姐说你想通了吗？啊，结果去我的团队陪他们试说你是在说三回，我说我早就没说了，早就没说。现在再来说另外一个笑话，这个笑话就没红色的了，不要红色。现在这个笑话就是说，我一个朋友去到北京，啊！伊就看到一只鸟仔会晓讲人话，所以咧，伊就教这只鸟仔讲，伊就学伊只教伊只鸟仔讲，来，我教你讲一句话，一句话叫啥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。结果伊只鸟仔一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学好会说，说一条，即马四个就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安尼。结果一个北京人听着讲，好一句动听的鸟话。啊，讲这个三民主义要共统一中国啊，咱来知影，这若李小平听到会死呢？会死？安怎死？会笑死啦！会笑死！所以你认为有一张条，你讲中国甲台湾的主权统一？我讲，唔是，地质学家讲有影，就讲有影。这台湾的西海岸土地一直为中国的这边啊靠倒过来，啊，中国那边哦，因为泥沙冲击，河流的泥沙冲击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土地啊，为台湾一直靠倒过来。有一天啊，中国甲台湾的土地合作会安尼，啊，迄阵中国个主人统一。但是我问伊讲，啊，安尼要等偌济年？伊讲要等300万年啊。最近啊，咱知影，咱台湾啊，啊，我是，我谈到要讲另外一个笑话，或者一款美国的笑话。什么叫做美国的笑话呢？我一个朋友去到上海，在点卡拉 OK 的时阵，伊啊，这个人是真个小，人咧应该是要点，人就讲点闽中国的歌，伊唔是，伊个点一条叫做《中华民国颂》，结果唱到迄个《中华民国》《中华民国》的时阵哦，煞唔知要安怎唱的，讲想讲这人的地头，我若唱《中华民国》哦，煞去用推啊。结果伊唱啥？伊唱一碗米糕，一碗米糕。所以啦，中华民国吧，我讲一个事，我无一道去中国台，这是确实的代志。迄一个卖古董的人，伊甲我讲，这唐朝的，那么这清朝的，吼、哦，过来这民国，伊讲到这项物件是民国的时阵啦，我迄时阵哦，总支持我爱国心，我总从我底下六弟这赖达沙凯讲，我这个嘛中华民国的。但是呢，我问伊的时阵，伊甲讲一句话，伊讲中华民国亡去，亡去。所以，咱今仔徛伫遮咧讲，虽然讲遮尔呾侪笑话，但是咱爱知影，咱讲遮笑话，全部是笑家己，全部是笑家己，想也是真痛苦。为什么咱台湾为着痛苦的问题，会互即个政府闹出遮尔呾侪笑话？所以。啊，讲讲的吼，啊，唔忙，大家心情搁沉下去啊，即摆确定啊。换咱林文基先生，你搁来讲。我即摆来讲，各位知影，真爱看有一个作家吼，较早大家差不多20、30年前，有两个作家，外省的作家，但是物件足敢批判，一个就是李敖对无吼，啊，一个就是伯牙。各位知影保养是安怎回事啊？你知道无？保养较早是蒋经国的爱将，伊吼伫个救国团
做甲学校组的副主任。啊吼，大家拢知影，你若驶车去横贯公路，横贯公路有八景，有无？啊，拢迄个四里四里啊，什么什么燕子飞，什么燕子口，什么安怎拄安怎，什么花哥迄种吼，迄拢是博洋吼，住喺蒋经国后壁，啊退去落来，啊退好，伊是蒋公叫蒋经国的爱将，但是因为普隆市啊吼。伊吼，除了伫个学校，伫个救国团食头路，伊吼千不改万不改，伊都是煎煎胎，所以吼各位无乱煎胎，煎出问题。伊煎什么胎呢？伊做助理按部的副总编辑啦。啊，佮讲呢，伊阵啊，因某因为娶了一个真少年的查某囡仔做某，因某啊，拄啊伫个《中华日报》在编家庭版，家庭版就是教人教小弟安怎煮菜，安怎佮先生做伙，迄个版叫家庭版。结果呢，较早伊就去摕美国的漫画。迄阵啊，大家若晓得二三十年前，咱拍开电视拢真爱看一个《大力水手》迄个拍拍的漫画，你会记得袂吼？伊迄个漫画有从四，伊个报纸刊的时阵有四格，拄好是无是啊，保养了足调皮，伊就为人咧英语的漫画，甲用咱这边的解释来解释安怎画，你知无？拄好有一遍，大家会记得袂？《大力水手》伊有一个囝叫小花哦，一个常常拢伫个边仔咧，一个囝在头壳爬来爬去啊。有一天，这个大力水手伊甲伊囝小花，因两个哦，拄好欠钱去买一粒豆啦，这粒豆足细粒的。啊，两个爸仔囝就拄好相知讲哦，啊，到底啥物人要做总统，啥物人要做行政院长？啊，上尾啊哦，因爸爸就讲，我爸爸所以我要做总统。啊，伊囡仔讲小花讲，啊，无法度啊，啊，无法做行政院长，伊讲好。伊讲，哎，啊，咱哦做这个豆的迄款主人哦。啊，咱是不是用啊来写一个告全国居民同胞书？伊讲好哦，好、哦。于是呢，这个小娃就写天，啊，迄个大力水手开始念：各位居民同胞们，啊，我也就甲你安尼去开高二通十个月。这保养讲我听呢，伊讲，哦，伊个渔夫即摆讲保一个保养的笑话，嘛是保养人去用修理的时阵。这刚才咱另外一个讲到保养，我想起保养的一个笑话。啊，这是真正的故事，因为保养刚出来的时阵啊，我问伊讲，保老，听讲啊，你当初用关九年啊，是因为你家入共产党，有影无？伊讲有影，我迄阵家入共产党啊。讲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加入去？讲我著掠去条大脚吼，讲啊挡袂牢就加入去啊。啊，所以这台湾吼、啊，台湾的法律制度也是足侪啊笑。除了这个笑话，讲调查局有另外第二个笑话，第二个笑话叫做太监的笑话。这清朝有一个叫做纪晓岚，这是一个大学问家，伊真好讲笑话。有一天有一个太监就甲伊砸掉，讲等阵，讲纪先生，你今仔若无讲一个笑话吼，我唔爱放你走。啊，这纪晓岚看这个太监敢甲伊砸掉，伊就讲安尼好，我讲一个笑话，伊讲。从前有一个太监，讲完把头要走，这太监这个扭头讲下面怎么了？讲下面没有了。啊，这是讲啥？咱甲注意看，调查局啊，在查十八票，查到尾安怎？无去，查买票，查到尾啊，无去。所以这台湾的司法制度不好，佮讲干插伊。用监察的系统，监察系统我做侪笑话，连监察委员你家己就讲啥，讲阮监察院啊，亲像迄落后过就爱亲像迄机理吼吼，门开一边，安尼关一边啊。因家己个讲，伊那是机理吼。有一个朋友，伊咧卖面，生米肉，伊咧干呾拍火神，拍久伊煞讲，啊，我若拍久吼，我这火神若拍久吼，我会当来做监察委员，就你干呾拍火神就好啊，讲呾拍火。啊！即个监察院啊，上大一个笑就是讲，有一张有足侪民进党员或者陈公吼，讲要伊甲伊拆掉，嘛有足侪人讲要甲监察院拆掉。结果啊，咱就咧讲啊，讲监察院若拆掉，啊要起啥？伊讲来起人骨塔。我起人骨塔从啥？讲安尼靠骨气啦。啊，有一个笑话，伊个是毋是爆笑，伊个是何种，伊个是咧慢慢讲。即、這个笑话是安怎讲？台湾的司法制度有五，从世界的司法制度有五种，什么种五种？
第一种德国式的法律制度，就是讲政府若无规定的代志，你就会使做。比如讲，政府若无规定讲你杀人是有罪，安尼你会使杀人。哦，这是德国式的制度，就是讲政府若无规定的，哦，你拢会使做。第二种，我是法国式的制度，就是咱罗马咧留下的迄个法国式的制度，就是讲政府若是无规定的啊，你会使做。哦，政府无规定你会使做。啊，政府若无规定这项，你拢会使做。啊，第三种我苏联式的，苏联式的就是讲，不管政府有规定无规定呢，你拢袂使搞我做，拢袂使搞我做。第四种我是意大利式的，讲不管政府有规定无规定，你拢袂使做。哦，就是意大利式的。同尾一种我是台湾式的，台湾式的是讲政府不管政府有规定无规定啊。你有当时会使做，有当时也袂使做。所以啊，咱以前有一个笑话讲，法律万万条，唔达咧黄金一条。哦，这是咱中华民国书法册书法笑话。啊，这我拢捌画过，这我伫万会内底拢捌画。啊，当作咱这个文言啊，有讲到一挂迄个英语吼，咱即马开始来拉英语吼，讲英语的笑话。这英语哦，无话难，咱卖惊无话难。我记我读国中一年的时阵啦，英语老师啊是日本帝国大学的英语系转来，伊咧教，因为咱即卖囡仔的国中第一课啊 ，Lesson One 啊 ，A Book， 讲第一课一本册。阮这老师迄时教阮讲，来洗碗阿母，你是阿母，哦，来洗碗阿母。咱即卖学英语，英语就是第一堂是咧笑啥，好逼春。后壁村咱知伊有一种分机叫做 IDF， 啊，你也毋知啦吼，金国和正机。金国和正机这台分机啊，开了台湾人4000亿的钱哦，即马袂买伫李总统头前都甲载落来。所以伊个 IDF 何了有正确 ，I 就是挂 ，D 就是 don't 是背 ，F 就是 fly 就是飞，所以 I don't fly 挂袂飞呢。啊！伊即马 idea 有了，伊就讲啊，袂使。我即马过来后壁村，伊就讲坚持唔认错，讲伊要做第二代 idea， 叫做啥 ？ADF， 上面是 ADF。ADF 就是 A 就是 war， 就是传播 ；D 就是 don't， F 就是 fly。War don't fly， 传播拢袂飞啊！所以自古以来啊，咱国民党若有出啥物英语出来哦，大概碰到我，我先问我一下，就问我。比如讲，咱想到有一个咱 ROC， 哦，咱知影有做一朋友讲知影 ，ROC 就是 Republic of Casino， 就是多廷共和国。这是我第一遍回办回归出来。搁有一个参照伊咧讲 KMT， 哦 ，KMT 这个故事是安尼，有一道我有一位外国的朋友来，伊就咧讲，我咧甲伊解释讲国民党是安怎做安怎，伊听无，听无。尾后我阿讲。KMT K 就是 kill 就是台 ，M 就是 the many 就是真多 ，T 就是台湾历史台湾人，所以 KMT 就是台西真多台湾人。结果迄个美国人听伊讲，哦 ，I see I see， 我知。所以咱后壁来要解释这物件，那所以足多啊，国民党啊，顶年啊有两个政党广告，去我甲去阿布姐卖，一个就是讲。伊有一个电视的广告，啊，顶端出现一个囡仔，啊，差不多伫个档期的顶端，有无？结果我个上网话，讲了做国际孤儿啊，国际孤儿。讲到这個国际孤儿，我想起啊，有一年的九月七日，带阮祖囝去参加联合国大游行，和阿甲谈理咯，阮祖囝阿甲谈理咯，但是阮祖囝伊甲我问讲。爸爸，啊，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？我讲唔爱做国际的孤儿，咱无爱做世界的吉普赛。阮祖囝先甲我讲，啊，爸爸，啥物叫做吉普赛？讲吉普赛就是台湾人无一个国家，所以台湾人亲像路边的一堆大便，叫做吉普赛啦。那么讲到这台湾人无这个国家吼，咱大家知影，你也看，上简单。最近英国 BBC 电视台犀牛角事件，讲咱台湾专门咧杀犀牛，是安怎欺辱你国际孤儿？因为你伫世界顶人国内底，你拢无啥物组织，
啊，唔捌咧甲人烧酒门，所以人嘛要欺负专门拍你种国际孤立。所以咱台湾人吼爱知影咧，是真悲哀咧，做一个无国家的台湾人是真悲哀。过一点，你也想，咱含韩国断交，咱伫韩国大使馆偌侪钱，49亿美金哦。结果一天内底跨过了中国，跨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因为是安怎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共一个中国，所以中华民国的财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。所以韩国的钱一天下啊，49亿美金跨过了伊咯。即马过来，咱台湾人搁欠8-9亿，40年来奋斗的华国存底，这钱袂当放咧中华民国的名。你若放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，落去寄人世界银行，我甲你讲，对一天人对一个国家唔信任你，你台湾钱全部倒过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这就是咱无国家的可能。咱只要一个国家，有一年奥运，有一个外交官，台湾有一个外交官啊，私底下甲我讲，讲咱台湾无国家吼，比咧中东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吼。比阿个新国个，比迄个搁较无国家。所以顶年啊，咱知影中东有一个国家叫做科威特，科威特这个国家去互怎灭去？去互伊拉克迄个老去就位迄个甲拍死，拍一个这个国家总灭国去。灭国去，咱科威特个运动员去参加奥运，照常举着国旗去遐参加。台湾政府举啥物旗啊？举着一支白旗啊，顶悬五个箍啊。叫做啥？叫做五洲排肥啊，对啊。所以啊，我是用这个笑话来提醒咱的人，咱来知影，咱无国家这个问题需要咱来深思。即马换咱林文义过来继续讲。我两个啊，接力赛，伊来咧讲，我就咧想笑话哈。即马吼，我想咱在座一个学医生，我来讲一下吼。功夫，现在台湾到即卖也无功夫啊啦，吼，就是战后啦，吼，是咱台湾的笑话。以前啊，大家拢知影，以前因为台湾互日本管51年，所以足艰苦的。啊，伊就想讲咱的祖国要来接收啊，啊，这个祖国袂歹，吼，大家就拼死命学去学乌波摩乌。以前啊，拢系真罕咧讲日本的，互伊当去学乌波摩乌多多诺诺。以前啊呢，有一个校长，吼，足爱。讲要做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啊！伊想想的讲，中华民国的旗啊，到底什么款？一看，哇！啊，顶头有五个款，啊，红色。于是呢，伊就想讲，啊，这旗啊，来要去倒位买，啊，买无。啊，忽然间伊想着讲，这个小学校长讲，咱着一面日本旗啊嘛，吼，啊，无啊，用水擦，哦，啊，伫个第二天透早就甲升旗，甲升旗，升旗到早10点左右，拄啊台北雨落来吼。我中华民国旗啊，搁变日本旗啊，叫这个校长哦，连工三级，走去台东遐去做老师吼。另外呢，大家拢知影，咱若有老辈朋友，你知影迄阵啊，因遐来接收的兵啊，来台湾的时阵，大家拢唔知影，看到咱迄款迄啰日本阿厝，啊，大家礼拜的时阵就穿鞋啊，啊，拢甲你背起来安尼，啊，忽然间啊，因迄阵啊，大家哦，足惊一种物件，啥物物件？机关。为什么哦？咱伫去台湾人的厝内的时阵，伊只要为避安尼，你一个啊顶头劈起就滚去。哦，想讲这毋知什么武器啊，你惊一个。想要人甲讲，讲这叫做电火。伊讲，这电火，安尼我知影。啊，伊讲，请问恁家有古迹无？伊讲，无啦，无古迹啦。阮家拢是水道水啦，这个村落是水道水就走出来啦。于是呢，这国民党来接收的军队就真巧，伊就走去电器行，伊甲头家买一只咪咯。迄落水道头，啊，甲买一只迄款迄落电火球啊，啊，家己身躯搭一刺刀，啊，因为迄阵啊，大家拢徛伫本色个厝，所以拢查个，啊，伊就去学一空，学到我正水，这个电火球啊，做甲顺着去啦，吼，啊，佮伊买一个水池，佮倒来变，啊，来甲开落，起来就好，吼，啊，水呢，嘛是头壳甲挡一空，啊，甲藏着，计袂走伊个，迄个你台湾人吼，无老师拢配阮遮个来卖人安尼，就讲这是一个文化个差异安尼。大家都知影，台湾哦，若要讲起来，台湾袂放假的人，我即摆要开始来讲台湾袂放假的人哦，迄种非常，迄种，唔知讲家己咧创啥心情，即摆嘛有真侪袂放假的人吼，伊家己袂放假，伊拢唔知咧为啥。
啊，伊吼像国民党咧选举的时阵，伊就去找真济人来画漫画，啊，因这个人拢有钱予伊，啊，就画，啊，就画一寡，就是讲会使来挑画反对党漫画。所以即卖煞变漫画的文宣，煞变大家非常爱看的物件，就讲你这个漫画已经来画得真好啦。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台湾四十年来本身是一个大笑话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做公关公司啊，伊甲我讲，讲恁哦，只甲哦，我咧骂国民党，恁哦爱感谢国民党，我从前读个歹去，咱安尼讲，那为什么爱感谢国民党？伊讲全世界四十几年来，哪有一个党像国民党安尼，无代志，互恁食饭饱，都爱甲干讲句阿妈，感觉遮愉快，干四十年。啊，所以讲。伫咧台湾的政治漫画家，伊画放假的时阵，伊就必须爱去安尼去想头脑，比如讲伊安怎为这个政治人物吼啊甲画，比如讲渔夫伊的漫画真是害死人。阮头家吼听人讲，有一个政治漫画人物哦，你唔好甲写，唔好甲讲，因为我拄仔有讲过，讲有真侪政治人物，伊可能是甲一寡人拢真有关系。那渔夫一辈，伊就画一辈漫画。因为王建轩无下台的时候，伊就讲吼，有一种人啊，专是政治的小丑啦吼。结果呢，伊画一张漫画，就一大堆人在唱卡拉 OK。结果唱完的时候，甲最后一个在唱小丑，啊，唱到尾啊，就发现讲，好，我来唱这条歌，啊，这个人就吴伯雄。啊，过去大家嘛有看到。有真侪漫画内底，咱伫个台湾已经真侪朋友嘛，对讲渔夫安怎来画这个漫画，爱逐工奈爱画这么侪漫画，爱要画这个漫画的时阵，伊是安怎去找材料，安怎去构思，啊，我相信真侪朋友应该对这有趣味，所以吼，我即卖吼，甲出一个题目给伊，给伊来甲咱报告讲，大家每工伫个图里岸图里三图看到的漫画。是安怎来甲画，好不好？好，咱即摆请渔夫来甲咱公开伊画漫画的秘传。那秘传无啥秘传啦，即个平常时是，我平常时是看即个报纸看足侪文啊，其实干嘛看报纸？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拢会带笔记簿啊，吼，啥物代志都记起来。这最近哦，最近是有一个较趣味的话是，迄个政治人物对外欢迎，啊，最近是有一个咱唔知影，又搁要讲到迄个蒙古自带证的啊。啊，迄个啊，伊是最近啊讲要收集我的漫画，要叫我讲漫画甲收过吼，伊要看。啊，要看，我讲唔好呢，我画你拢画歹的呢，叫什么叫来使用啦？我讲，啊，讲无你是画我画，上摆是画安怎？讲啊，你比如讲你着疱疹，哦，后晡春着疱疹，咱大家知嘛吼、哦？因为伊少年做炮兵做伤久嘛吼、哦。啊，讲为什么唔穿迄、那个，唔穿咱这普通的种裤，爱穿吊带裤？讲安尼，我做受不了的裤啊！气甲，气甲。咱也是搁讲倒转来讲笑话，吼、哦，笑话真一大堆，即马来讲。今年的选举，吼、哦，有一点的特色就是，国民党伊因为伊知影，比如像咱罗啊，伊这形象好，吼、哦，学历也有够，但是国民党吼、哦，爱知影，伊顶年这个国台选举啊，就是因为买了伤侪钱，开了伤欢喜，今年你若讲叫伊讲，咱大家好好啊来，咱莫用买票的，安尼伊无爱。所以今年足侪国民党足可怜的呢，伊若要出来选，第一项代志爱啥？爱高中。咱咧跋筊朋友知啊，啥物叫高中？高中就是讲，你若要出来跋筊吼，先钱摕出我看，看你有够钱通跋。所以今年足侪国民党足可怜，若要出来选吼，银行簿内底爱八名哦，偌侪亿以上，爱互即个都地方的东宫落去看。所以咱即摆少年啊，咧流行一种讲，咱咧少年啊问讲，若小独面的问你讲，啊你是啥物星座？啊有诶少年啊讲，我处女座，我双子座，哦，啊我射手座，一个国民党提名，大家拢啥？金牛座。所以家
里内底，咱伊家里嘛想讲一个笑话，讲哪讲有一个党员想要去选，结果伊甲党部主席讲，党部主席，我要来登记参选。讲等，讲今天人太多了，你明天提前来。个过工透早五六点去甲伊党部主席开门，党部主席出来讲，啊你是七早八早来要死啊？伊讲啊你叫我明天提前来啊？伊讲我是叫你赶钱来啦。所以这今年咧买票哦，吼、哦、买到偌厉害呢？今嘛我来讲伊个术语，互你听。今年买票，伫这个家人，吼、哦，我做庆祝，吼、哦，今嘛到桃园家或者大盘。到中华讲我的族啊，到南投讲大山，到云林嘉义讲行路工，到这个屏东讲山影，啥物叫做？这当然是一般较特殊的用语啦，吼、哦。后阁有一种的讲叫做啥物压岁钱呐、啊、吹低过钱呐、啊、社会福利啦、啊，哦，等等，要退税 ，OK。但是为什么南投会特别叫做大山？因为南投啊，伊有一个中央山脉经过，所以啊，迄个南投足侪咧测查的人，拢测迄个大山。啊，即摆到选举前一暗的时阵，钱压落的时阵，南投人就讲啊，中央山脉顶悬落落来，滚下来的这个大山击平南投。所以咱有一个立法委员，真优秀，民进党啊，叫彭白贤。常常甲咱卢秀一两个伫国会啊互相搭配，这分派选真可怜。去底下咧选的时阵，有一个乌仔仔甲伊讲：“你无钱是要选啥？”我说拢变倒落来。而且安怎？今年国民党买票买了是太过分，而且准备要大买票。所以即卖佫分做买票，佫分做两个时期哦。一个时期叫做咪咪啊雨，即卖在落咪咪啊雨。上面有这罗明明啊吼，罗明明啊就是咧把红线咧顶到我卡的时阵，即马开始有人分 A、B、C 三级无高雄市的，第一级的上啥？第一级的上200万红金的手表啊，第二级上啥？上50万哦 ，A、B、C 无分做 A、B、C 三级，中华有一个咧炒股票的，哦，即、這个莫车讲啊，你要行较远，全员拢爱走。安尼送一只互你，搁有一个送啥？看较中期的一条啊，卡送啥？送大哥大，讲你爱拍电话共催票，所以爱送大哥大。所以即摆咧咪咪啊，好咧落的时阵啊，开始就有咧分礼物、分钱啊，慢慢咧分啊。但是到同尾一天选举的时阵，落啥？落西北雨啊，落西北雨。迄个时阵要安怎？开始300、500就开始落去买啊。即摆落西北雨无够咧，边啊后人来甲你买啊，啊你要安怎？迄个时阵用咧卖条的时阵来谈会，谈会，啥物叫谈会？找国民党候选人，迄是来开了会掠狂的。就高雄市王玉云因囝，伊讲安尼选举，伊看到口尾手令，哦，即种的选举是安怎？变作是谈会是讲谈出伊的血汗钱出来，迄开了到来5、6亿，会惊死人。所以叫做南会，搁有一种啊，南会无够，下党友，啥物叫做下党友？下党友就是讲我明明都要翘伊啊，安尼起死回生，党友甲南落去，安尼我起死回生过江明仔载当选。所以这是台湾的民调，真恐怖。啊，你茫讲要找挑战局买啊，迄无可能买啊。国民党今年讲要订买票哦，分两种啊。你若有提名，迄就等于争取到迄个买票权啦，等于争取买票权。啊，你若想要危机参选，哦，啊，这下你就惨啊！我知影台南市有一个真危险，危机参选，所以伊家己安怎呢？伊个车内底拢讲伊特别设计运钞车，啊，讲调查局拢查袂到的，拢查袂到，哦，可能。华莲的选举，我是不是？华莲的精神病患内底，侯伯村的结拜，蒙古痴呆症的。伊安怎？伊教伊吼，讲你若要当因啊吼，安尼，迄比如那因那蒙古痴呆症，即两三分袂清楚，即马逐工就训练伊当职，当职吼，我当几号的安尼就对了。即马安尼做，农民医院内底，伊安怎做？
比如讲医医疗队，迄农民哦，去灌村内底遐个老阿兵哦，爱看医生，爱打点滴。所以即摆医疗队去到遐讲，你若无投国民党哦，后悔要卖来哦。哎，遐灌村听落惊，听落惊。所以啊，今年即个买票啊，足严重，足严重。即咱台北县啊，人你注意看，人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无就是总经理。恁有甲摕着传单，大家甲看。迄、那个参，迄、那个尾啊，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候选人公报出来时，你注意看，大家都是，毋是董事长，就无就是总经理，要从哪出来炒地皮？炒地皮有做啥？有做假农民，讲假农民。伊问伊讲，啊，你会晓落田、犁田、收草袂？伊讲会，我来三温暖找查某囡仔就会晓啊。歹势哦。第二种啊，叫做黑道，黑道。即吼、哦，即国民党吼、哦、买票即摆后壁阁对黑道的去，有诶，伊毋是伊今年提名十几个黑道，十几个黑道，一个比一个较大。迄以前可能伫地方上咧做事啦，但是做立法委员了后，煞愈做愈大位，愈做愈大位。即吼、哦、用国民党话讲，叫做用民主政治提升黑道水准呢。咱我记一个新亚区最近一个国民党总干事，叫做吴木桐，有无？拄啊巧去个。迄、那个要选新亚市长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吴木桐身躯带了四支枪，三支枪啦，我讲唔对个，因为遐搭三支落去，上重要一支无拿落去。我三支枪去到去共选，去到警察局三支枪拿落来，安尼甲起诉，尾仔甲讲要伫遐关关一个啊尔，选举完佫啊放倒出来去甲迄个苏辉丁助选，所以你若看这种政权，金牛甲乌道。咱的社会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害，一天比一天害。所以，我今年实在是做烦恼的，做烦恼。啊，但是啊，我那有一挂朋友咧讲，啊，我的囝，我若听你姨父安尼讲哦，安尼后辈，我囝我唔卖互伊读册啊，叫伊去做乌道的。我即摆甲培养乌道的，啊，交一国民党互伊栽培。唔是安尼哦，我唔是安尼意思。所以咱台湾即摆是变到安尼，所以教囡仔是一套，啊教外口阁一套。比如讲，咱即摆的教育，咱注意甲看，咱囡仔咧读个历，读地理，迄毋是叫做地理，迄叫做历史呢。迄是过去的中国地图，迄是过去的，叫做历史。讲国小的课本内底，写讲淡水河，蓝蓝的淡水河，黄澄澄的淡水河，这是骗死人。我带阮祖囝去淡水河看，阮祖囝看到回来了后，伊即马咧画淡水河，开始用乌笔画，讲只乌的淡水河，顶边阁画两个人，唔讲迄啥，讲迄尸体。所以这咱咧教育吼，会起笑，咱看搞笑起笑。我阁记一下咧，生活上你着当看到这个政权是安怎政权？台南市赤崁楼，你若有闲去台南市赤崁楼甲看。很多人去看过 ，OK。咱这赤崁楼头前有两只石狮，恁平常时若有去注意石狮的人，你就看，迄石狮一定是嘴开开，内底甘蔗珠啊。但是因为赤崁楼头前这两只石狮啊，其中有一只经过年久月深，歹去，迄、那个嘴煞歹去，歹去伊即马，即、這个国民党的政府安怎？伊安怎保护古迹？伊即马去毋是甲修好势哦？从水泥位个嘴甲鼓起来，叫伊闭嘴。啊，所以你即马若去迄个台南赤崁楼看到一只狮仔嘴开开，一只闭嘴，你现仔细去也看到。这是啊，这就是一种权威的教育。咱的囡仔伫校咧，咧上课，像我的祖囝去教校，我问伊讲：啊，恁老师常常在讲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？我祖囝讲：不要讲话。我老师叫我不要讲话，啊，权威教育，权威性的教育，所以这是台湾高教厉害。所以即摆我咧教阮祖囝拢安怎教，阮祖囝有一道转来甲我讲，爸爸，你敢知影迄个华盛顿？哦，咱在美国国父华盛顿，细汉的时阵，甲因老爸啊上爱一支樱桃树撮掉，因老爸为什么无问伊，无骂伊？我讲因为华盛顿真老实，甲因老爸啊坦白认错啊。讲唔是，
因为华盛顿手内阁夹一支波头。所以台湾的教育变作是安尼，你含囡仔的交通之类啊，哦，伊怎啊去教校，去予个老师误解去，有诶，当然即卖有足侪老师一定夹起，但是阁有足侪遐个国小的老师，哎呀，看了，伊迄头壳硬空空，所以这是足需要阁一再阁来奋斗，需要咱一再阁来奋斗。所以啊，刘文义，你敢准备好了？我笑话要讲完啊，啊！所以啊，今仔啦，伫遮甲大家讨论遮遮尔多笑话啊，不要紧，确定啊，若是阁有啥物问题，会当提出给我吼，我头家若阁确切，安尼就阁有啊，安尼有。我歹势，我先拍一下。迄个六九六二二九的车，唔知多少？为啥呢？吼，拜托，小看一下列车撞到别人吼，六九六二二九，哎，多谢。咱即马先林文义先生。你吼讲到咱的教育的问题吼，关于教育的问题吼，迄个去年迄个卢秀莹委员吼，就伫迄个大学迄个改革迄个促进会内底吼，啊伊颁一个奖吼，即个奖叫金苹果奖吼，叫做 Golden Apple 啊，啊就是为伊伫个伫欢迎中，伫个争取即种迄个大学生的迄个主题权。各位拢知影，伫个大学内底吼。国民党的党部，伊拢有足侪名称的。最近大家看报纸，讲中英大学哦，讲伊在内阵啊，讲千几个阮大学生讲要联合入党，结果吼有伫迄个中英大学的老师，大家迄种哎定在咧演讲，就廖宜恩老师啊，哎拢集中真人，啊就稍微甲伊抗议，啊即嘛抗议咧吼，哦国民党逼甲因迄内底吼，哎什么孔氏宗办公室拢来搬出来。我有听迄个台独联盟本部主席吼，迄个美国本部主席郭培宏伊捌讲过，伊敢若吼，伫咧台湾大学读册的时阵，伊就伫咧绝民学会啦。咱在座若有朋友是台大出来吼，啊，你就知影，迄个绝民学会这里啊，就是以林绝民做名。啊，伊这内底的人吼，伊逐摆开会的时阵吼，都规门串吼，敢若袂输在内面要做什么革命大业啊，吼。啊，有人讲去参加国民党吼，受着好处。我记得我十七岁，我就死死去啊，因为去参加国民党。迄阵啊吼，十七岁的时阵，啊，伫咧学校读册啦，高中，啊，教官就甲你讲，我你做班长无？班长一定要参加国民党。我为什么？伊讲我参加国民党，后摆你去做兵吼，就真利便啦。啊，你出国嘛真利便啦。啊，于是呢，你就讲我去参加国民党。啊，参加国民党的时候，你就伫咧苦当无力的。啊，你我见讲哦，我拢是啊。想要记的学校长拢记袂住，校长跟你坐做伙，啊，校长来咪讲，各位同学，我在学校是校长，但是我现在跟你一样是同事，啊，就提一杯迄个生梅汤给你啉啦，啊，佫有一个便当通食，啊，佫一包乖乖，啊，再食一个是新奇。啊，各位啊，拄仔余有讲着讲囡仔的教育，啊，我前一段时间伫个学校教近代史哩，啊，讲到近代史，你会气死，喺中国吼。因较早就讲中，我讲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伊伫迄落1937年的时阵，迄阵也无甲国民党发生着小事，迄阵国民党安尼一直甲伊赶，所以吼毛泽东、李小平啊、周恩来、陈同安尼走啊，为这个姓赵啊，迄个姓钱吼，迄阵啊吼，因吼咱这边吼，伫个历史顶头安怎写哩？而且讲，这是中共尾巴逃窜25,000公里。啊，中央哦，人伊建国了后，伊就解讲，迄叫做25,000里长征啦。啊，各位啊，咱在座的朋友，你若去过中国，我建议你去买两本册。这两本册吼，是叫你买毛泽东全集。我会甲各位报告，你伫个中国任何一个书店，你会用买到两本《中华民国史》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是天朝的故事啊。所以我唔问大家人去中国佚佗，买两本中华民国史来做纪念，因为迄是因的历史啊。所以哦，中华民国哦，因过去伫个教育顶头，比如讲伫个地理顶头，有一款地号名吼，伊拢嘛安尼，甲即卖搁坚持呢。全世界哪有一个所在叫北平？北平啊，无呢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因爸爸就是种许老兵，好地平吼，大家唔知影哦。我拄啊足拄好诶。
台湾拄啊开放观光，迄天第一批去大陆探亲的老兵，伊拄啊要为广东的白云机场要入去，所以世界各国的电视媒体镜头拢对着伊。你知影，迄阵我拄啊在香港，我暗时啊拄啊在旅馆甲开完迄个中专部的时阵。你知影，迄个老虎仔的遐个同胞，伊一动出去的时候，一个人动嘴，佫叫救到你嘛，叫伊对着时阵讲：“哎呦，你敢好做讲话哦！”安尼，迄个海关看过来，安尼我袂记得哦。啊，我一个朋友伫咧北京啦，讲哦，伊足新鲜的，伊细汉的愿望就是要去新疆佚佗啦。结果伊就买一张票，讲我要来去新疆的电话机佚佗啦。结果吼，我坐，伊伫咧机场拢坐14点真久。奇怪，啊，种飞机飞来飞去的，啊，若无电话机的飞机啊，结果伊真是挡袂住啊，就走去问迄款迄种电话咪处的小姐，请问我要去新疆电话机，为什么你讲一天有两班？为什么我等14点真久，等到无半班？伊个人甲看讲，先生，迄毋是叫电话呢，迄是恁国民党咧讲的，但阮电话这个名叫做乌鲁木齐啦，乌鲁木齐。啊，我朋友坐遐讲我等。甲咱讲台湾人少，都要等14点真久。所以，伫个咱历史顶头嘛是同款哦。我即摆要讲一个历史哦。我伫个各位啊，咱拢读过历史，你有看到发现？你即摆为你的记忆甲纠正来高中甲高中的时阵，你会记得袂？咱元朝是啥伊斯汉？元朝过的时阵是啥物啊？是朱洪武、明太祖对无？啊，明太祖迄张相哦，哇，真硬斗啊！你甲咱渔夫同款，渔夫斗着喙酒，佮滴着我着要抽朱元璋都。但是呢，我一个朋友讲，毋是，迄个朋友哦，伊个故乡博物院内底咧做研究员啦。伊讲来来来，你倒一工来我找你来，我来你。结果我看着讲安尼啊，话奈安尼，你知影无？朱洪武拢倒有12条道啊。啊，12条道内面敢若一张哦，伊敢若渔夫个迄张。比如咧，靠本领导人咧，各方各部门摆出来，啊，这是安怎在讲？出咧十一张啊，怎啊？你知无？哦，咱所有人来甲朱洪武比，甲大家拢帅哥啦。啊，怎咧？迄边来咧，你怎个想？奇怪，细汉咧看歌戏，讲套头洪武军，啊，怎会这个人来甲针对？啊，原来是这个朱洪武，伊做皇帝了后，伊就开始叫来，来来来，游来来来来，过去啦，做状元，大家拢知影，会晓。下棋啦，会晓画图啦，会晓安怎啦，会晓弹迄款个李白啦，啊，所以就叫来来来，有你来着。你可能状元啦，你真会画图，你甲皇上画一幅图写款啦。这李白就讲七度兵，啊，这李白就来作诗了，搞同款，啊，就到底就拢画一幅图。第二天去后海边呢，棋甲甲来你看，嗯，好，退啊，爱就退啊，退啊了就无去啊，吼，大家就约束去啊。前面讲叫刘阿姨，刘阿姨甲我讲，刘阿姨哦，怎啊巧？他讲报告皇上，我较袂用个遣词派吼，我照你安尼话，用话经，这是民主时代以前用话聊，哎，哎，讲话讲话是了解，了解，了解，啊，又叫金民都无法打。一个话就很奇怪，一直话到第十个人啊，迄个人较巧，迄个叫刘阿姨啊，看，哎，看这个办事，我当初那不能研究。哎，啊！你上班本来五六十日上班，讲哎，啊！走去走去，讲哎，啊！就刘阿姨甲派去出差啦，啊！渔夫呢派去云南啦，啊！所以无伫个，奇怪，同事拢无伫个，嘿，大事不妙了。啊！上尾啊，伊想想的讲，等伊无话就再伊一来搞啦。想想的死啊！你要提什么人？伊阵啊也无翕相机，也无走路拖人看，哇！死啊！怎样啦？所以想想啊，对啊，哎，中国历代以来上好的皇帝。听讲，跟唐朝政治上出名的皇帝就是邓太宗，伊就去摕邓太宗的相来甲画啦，啊，搁甲画落较缘投的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朱元璋呢，伊就良心大喜，啊，皇帝呢本来是三品官，都变一品官啦。啊，以后呢，中国的政治就为明朝以后开始垃圾，一直垃圾到今仔日啦。啊，伊阵仔朱洪武就要控制着知识分子的时阵啊，伊就正面的唱，因为伊个太监无代志做。哇哦，顶一段时间看一出电影，我感觉迄就是哦，上趣，迄是一个上趣味、上好笑的迄个一个电影，叫做《新龙门客栈》，各位你有看？哦，迄、那个曹公公哇，足厉害安尼，甲人拍安尼。你若做太监，上刺激就是哦，你无甲公惊出来，我就甲你讲断哦。各位拢知影，过去有一个写历史的人，这个人叫司马迁啦。这司马迁是上出名，写一个书记，你知无？这个小书记的时候，过去的皇帝，伊拢是吼希望能学一代，比如讲，蒋介石，伊
哦，外口咧拍拖啊，可能是都稍微远远来啊吼。大家前面个拍着拖啊，来欢迎啊。伊个政治笑话真多呢，所以咱今麦热烈掌声甲欢迎，让你换一个政治笑话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再讲呢，这个司马迁呢，伊就咧写史记，啊，大家拢知影讲，天朝的皇帝啊，伊拢会讲，比如讲毛泽东，伊来写《中华民国史》的时阵，伊伫位伊的死对头蒋介石，甲写到足歹的，啊，是讲，伊写的时代嘛，无写唔标啦，嘛，写有遐是真歹吼。啊，结果呢？伊就叫这个书记，这个皇帝就甲讲讲，司马迁啊，啊你即摆咧写历史，啊你写到我的部分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写？啊，这个司马迁就是讲戆戆咧，伊就甲讲，我来照安尼写吼。大家拢知影咧，当朝的皇帝李世民，伊虽然是一个真好的皇帝，但是伊为了要做皇帝，伊嘛是伫个伊迄个宫门外口位大兄甲斗死啊，咧学儒门之变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司马迁哦，唔知死啊，为这个皇帝要甲写咧。结果这个皇帝嘛足见笑的，伊问司马迁讲，我最近收到你的一张红帖啦，听讲你搁三天要结婚，恭喜皇上，我搁三天要写的完啦吼，你这部分我写的完，我要结婚啦。伊讲你要去结婚吼，来你这样，甲你去，甲剁掉嘛。啊，算了，司马迁都变太监，啊变太监了，伊嘛是继续安尼目屎干的，继续为书记来写红帖。所以，伫咧中国的，你看这个。知识分子内面实在是足无路用的，了尤其伫咧台湾，吼、哦，你若拍开电视，迄电视特别来去找迄落什么川路弹头，你看迄落学者来咧替国民党讲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若像林三天教授迄种的吼，伊、哦、最近咧发起一个运动，讲退步救台湾，啊，结果吼，连台部记者要来采访，伊拢没有采访，这就是一个有骨气的学者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在座是讲葫芦同胞啊。历史顶头哦，对一个人哦上无道德，这个人是咱中国唯一的查某皇帝啦。这个查某皇帝叫做武则天啦。这个武则天实在是伫当朝是一个真好的皇帝哦。啊，什么呢？历史顶头甲写歹，你看迄电视，迄潘迎紫，迄潘迎紫啊，四十几岁啊，特别拢看一个查某囡仔，有一个笑话，你知无？讲有一遍，有一个人甲讲一个笑话，讲。哎，反映一个面哪会无去啊？讲因为伊个面皮咱到巴肚来啊，吼、哦，是讲拉皮啊。但是哦，伊伫咧历史顶头来讲到武则天的时阵，拢甲这个武则天讲到讲一个歹查某，为什么讲伊歹查某呢？因为伊有两三个人追求啦。但是呢，大家拍开迄款历史顶头，中国三千年的皇帝内面，三十二宫七十二院三千嫔妃呢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为什么中国遐尼侪人爱做总统，遐尼侪人爱做皇帝？因为你想看卖啊，水查某囡仔三千个，你一年才十年才会去拄着一摆。啊，你若无法度的时阵，大家免惊，大家食迄款青春大补丸，绝对金光闪闪贵，时时调。啊，那变作安尼，所以无法度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中国的政治笑话真济笑话，但是吼、哦，讲起来真悲哀。啊，咱都委员台啊，啊伊吼，今仔日准备一寡笑话要甲咱讲，就是伊伫咧立法院内面看到遐笑话，大家是毋是热烈掌声甲欢迎一下？啊，真个大家拍波啊，真欢喜，大家都是都委员感动的。但是今仔林副阁有一寡伊的感想要甲咱报告吼，咱先请林副。都委员了，都安来哦。阿姨讲伊爱温车一下，爱热车一下吼，热车一下。所以哦，我阁继续来垫档一下。哎，今嘛，咱谈到啊，咱林文义讲到即个中国文化问题，今嘛我就来讲一下中国文化问题。中国文化内底有一个上脉文化，就是占金的文化，占金的文化。伊谈到你讲啊，迄古早时代的皇帝啊，拢有安尼足侪水族囡仔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咧讲讲，或者后宫佳丽三千人，讲后宫佳丽三千人，啊，下面一句到啥？
才有铁枝啊、铁箍啊，换成绣花针，换成绣花针。啊，那么这中央国的这个皇帝啊，因为啊，足侪啊美女啊，啊，但是啊，咱台湾人哦，较刁钻哦，拢无定咧读历史吼，啊，所以刁钻刁钻。中国的毛泽东读一本中国书，叫做《资治通鉴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哦，迄个读啊足够的，所以啊，毛泽，所以蒋介石会拍到无地走。但是伊本册内底有讲到一个故事哦，讲中国人有过一个皇帝叫做赵佗，啊，这个赵佗啊，伊若要招待朋友啊，比如讲罗啊，我若去看到罗啊，讲来的时阵，我要招待伊。美女的时阵，我叫后壁的美女讲穿我水水出来，我罗啊选选看对一个，讲啊，这个袂歹，选好安怎，也去厨房煮煮的出来回家呢？安尼有斩钉无？真斩钉！台湾人啊，即马变作啊，哦，中国文化四十年的有啥物结果啊？即马变作足夭寿的。有以前有一个故事，新闻一个电影新闻，讲咱台湾人啊。咱台湾人捌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有一个人去予车弄着，弄一个死伫遐，拄仔当咧流血。一群人围遐看看啥？看看伊有伊迄流出来血有数字无？有六合彩明白无咧？哎，这真正是故事。就台湾人变作慢慢会去予污染去，会用污染，所以咱需要咱主体。所以即道我常咧讲讲，含这刘欢叶，阮平常时常咧讲是讲。办选举吼，唔是选举是一个手段，当然动算足要紧。但是这个文化的活动、文化的推行啊，更重要。啊，我是以我目前咧看全台湾，因为我即马目前全台湾咧走嘛，参照咱林毅讲的讲，我是无分区的左选代表嘛，人咧做立委，我做无分区的左选的尔。好，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讲，看到讲咱这罗委员有影。伊即道文化的工作，一场过一场咧办，是目前为止我所看的讲唯一咧办文化的工作的人。所以一个国家，所以阮即摆囡仔着还各位看到是讲，阮谁嘛无主张要到迄边统一呢？上重要的，上重要的，毋是讲遐，若对阮这文化界的人来讲，毋是经济建设等等的问题呢？上重要问题是啥？文化的问题，文化的问题。所以咱台湾若较好诶物件，伊讲咱叫做民俗；较歹诶，讲叫做文化。比如讲色情，伊讲色情是咱台湾诶文化，或者色情文化。色情毋是台湾人家己要定诶。你今仔你发伊剃头店遮侪景，毋是台湾人要定诶，是你整个诶制度做了无好，变做遮尔啊侪色情。所以啊。我要容易甲伊嘛讲，伊讲咱台湾哦，大家拢知影色情伫底啦，敢若警察毋知影尔。所以因为这色情剃头店收费多哦，有一个外国朋友来讲，哎，恁恁剃头店较侪是要剃头尾，我讲剃是要剃啦，毋是剃迄个头啦。所以即摆来阿姆，我讲迄个做啥？我讲迄个迄做进出口的啦，进出口。所以这地方伊啊，变作这安尼摆，所以有一道我要找罗秀英，我坐迄个客厅才去讲，我要来去伊伫李焕英，我毋叫个李焕英，讲要找伊。咱即个距离哦，迄个即个，咱知影这李焕英伫中山南路一路咧，啊中山北路迄种色情区啊。结果咱即摆坐距离，甲迄客厅才司机阮讲，阮讲我要来中山南路个李焕英，伊甲我李焕英听做李焕英，伊讲少年诶。中山南路理发院无好，中山北路的三秘书较好啊。所以台湾这种色情的物件啊，这是国民党个了负责。我袂用讲过，讲警察唔知听人咧，所以这是要警察爱来负责。你个讲，伊讲建设的问题。今仔台湾啊，台湾伊讲咱台湾人生活哪亲像家雀，谁人哪像咱台湾人亲像家雀安尼生活？讲，迄生活品质较歹，四界拢垃圾，交通袂通，是安那？你台湾人会当生活生存，甲只继续咧生存落去？后壁也伫外国人去看到，讲遮个人真正亲像中国人，亲像狗血，台湾人亲像家族。啊，看台湾人有弊啊！但是这是安怎？这是你整个国家无做好的关系，无做好的关系。你国民党过去敢有建设？无啊，
咱老一辈讲过一句话啊，即句话是多好总共三句。第一句话讲，咱台湾的路是安怎做出来？讲美国人出点仔价，是咱是靠美金，美国人去买点仔价来做路，台湾人出土价，咱台湾人来出土价。国民党出啥？即句较粗，国民党出一粒乱炮，什么叫做乱炮？所以即句话就是讲。台湾人出土卡，美国人出点仔卡，国民党出只乱拍。所以建哪里啊？你若讲哦，这个过年过节高速公路你也看，世界第一个停车场伫底高速公路，拢袂行。所以咱即个朋友，我伫遐招阮小弟讲有台行站来去，咱两个啊过年过节时来去啊，来载台发财车来高速公路顶逛卖便当，煞了搁卖成人纸尿裤，我从早都不能放尿。对啊，最后我还讲一句话：中国人啊，做歹的所在是啥？有够一种文化，叫卖棺材的文化，开棺材店的文化。咱这开棺材店，咱现在都唔知道有人真正开棺材店无？开棺材店的头家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，我今仔日开棺材店，别人到那死鬼啊，我跳价咧，我生意好咧。但是我到那用一两句，我就卖好啊。啊，这里讲啥？你看，新国民党连线，讲伊要反金权，结果人讲，啊你反你家会晓骗别人，啊结果恁新国民党连线遐个，大家拢是当做华龙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啊你唔去，你家己唔去骂你家己，啊叫伊说变啥卖卖好嘞，变心爱哭连线，心爱哭连线，真正中国人卖棺材、开棺材店的文化，你看有无？所以你看日本人去。去南京大屠杀，甲中国人杀死五十几万人，当然真苦，日本人真苦，无唔对。但是你中国人杀的煞比迄五十几万搁较侪呢，算算搁较侪。哦，啊，别人杀，你就要要求人赔，啊，你家己杀拢无算，哎，怎样？卖棺材店的，开棺材店的分。所以最后吼，我今日足欢喜，有这个机会讲。会当含咱罗委员含各位同志讲，安尼来讲文化的问题，无一定是爱讲政，无一定讲选举就爱起来讲，爱开始完全是政治的问题。文化是介重要的一块，所以今仔足多谢咱罗委员伫遮给阮支持，谢谢。啊，我是来插话的啦吼，啊，今仔倒是讲我唔是主角，啊，但是是我主办人。啊！但讲主办人嘛爱讲话，啊，阮拄啊这执行总干事加卡行动电话，哦，连下带伊做金门讲，你无来人走了了，哦，我讲紧，闯红灯闯到外去，啊，恁为路州管啦，因为今仔日你五股也办文政说明会，啊，路州今仔日可能大家咱三中路州是共这路州哩，罗岗区咱知影，有一丛树啊，叫做九强啊，大家毋得不听。爱学做九强啊，九强工作才成标啊。333年，啊每三年徛旗哥，每三年徛旗哥。伊讲哦，从来到地方委员去遐甲拜啦，我今仔去遐跪遐拜甲求。啊，一个朋友特别为着要啊感谢这个九强工作，纪念这个九强工啊，九强啊，咱讲一丛树啊。可能台湾足侪真真幸福，咱幸福就对啦。你若去罗州，就参加去真有名。做你罗州啊，啊三角啊位，看是真交通啊无方啊，但是迄对地方来讲，是历史、是文化、是军的象征。330年讲，相传是郑成功来台湾时开台时，迄、那个所在是个武器藏匿所在。啊，惊伊讲即个武器后咧找无，就特别伫遐做记录，就建一丛九强啊。啊！以后这人已经啊，依法发到当，一共333年。啊，台湾历史嘛，到300-400年，所以这丛树啊，应该是开台以来就无就着，啊，变古来吸收日月的精华，啊，变有灵性。所以当地人个尊作神木，安尼来个服侍。啊，每三年徛旗鼓，大家祭拜。啊，今仔日我们旁边一挂电影的临时，大家出钱请这个歌舞团啊献唱。啊、哦，来庆祝，请三台电视台的这个歌手来，你表演载歌载舞，啊哪唱哪唱，啊哪跳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即个台湾新闻话，你卖讲起啦，我都无福气通看到啦。
我想要等下看最后，看剩下几点，叫我等我时间找个，紧啊紧来，我当到了了。啊，另外边啊，搁放电影，咱台湾文化真出名。迄心声心，迄是一方面哦，几样便宜你干，搬歌戏、搬布袋戏、搬电影，啊边啊，啊搁有滴跳脱离舞的。我心甲咱人，人甲咱心，是人爱看，心爱看的，啊，就是搬心看，就是人要看的，对个。哦，啊，我拄仔去遐一边去啊，啊，我每边啊求神明哦，我拢有咧，唔是讲求讲我发财，但是我种爱大家都签一条大重点是。我拢办，我甲求三项，讲予我智慧，予我勇气，予我信心，予我去到多我现在人，我陈泽明，陈泽明，啊，我唔捌讲予我金子，予我车子，予我房子，我无哩求讲车较大台，啊就金啊较侪，啊厝买较侪金，我唔捌哩求。啊，讲到车，我礼拜一，阮三年前做礼拜一的时候，记者足会笑的。伊记者想空想胖，啊挖空心思要写新闻，啊唯恐天下不乱。啊，这阵就我想要写，因为新闻这阵才刚无落去，我看下笑一面在在伊个粪扫袋。去想想，我想着嘴巴讲，新科立法委员吼，到底因个车大细台来比看卖？伊无你比讲你偌大，比做有啥特长，做较几寸几笑圆，伊无你比，伊比车偌寸就偌济，讲偌寸面。新闻十二个有名是十二个。嚯、哦！其他人去调查，吼、哦，刘双欢是什么车？哦，伊是什么车？迄个好多什么别克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克利莱斯啦，啊，或者什么沃尔沃啦，或奔驰的啦，啊，大家无人知数量啊。摆来摆去讲，考第一名是戴进尧，农业地位，农业团体算地位，高雄人戴进尧。啊，第二名是阿个罗秀仪啦。我加几万块来车。中公车又载五年，载四五年，哪有可能会第二名？我唔是啊，是为几条算起来啦，后尾几条算啊第二名啊，我安尼较差不多。因为在载五，从个四岁我才换，载五年我才换车，1500cc 福特 T3 啊，吼 TX3 对不对 ？T3 的啦，啊，最近啊，迄台是啊，是雷诺啦，雷诺啊，雷诺比这个国产车迄个 T3 个差劲，所以伊是左边送过来第一名、第二名。啊，从右边送过来，我们是大概是第101名跟102名啊，你看，好，啊，所以我唔捌去求车，唔捌去求金，我讲好地位，因所以立法委员有相当大的权力，啊，你立法委员喜欢呐，什么政策决定了对象有利，对象不利，是对多数有利，还是对少数有利？我来想要用地位判断的，迄手袂使学袂行，讲话要凭良心，啊，嘛唔是讲凭良心，无良心就在举手的。你良心处理都嘛唔知，良心不啊，你唔办，为了捉一个爱智慧，啊，除了专家学者来讲，啊，所以才爱用智慧来判断事。你捉一代志，唔是讲像你清楚讲对唔对，好唔好啊？当然，好歹大家捉清楚，恁讲，大家嘛要算。但是有诶中间就是，现在看有利，长久不利；现在看有不利，长久有利。啊，有代志对咱有利，对别人不利；有代志对别人有利，对咱不利。这判断厉害。嗯，跟现在以来，拢爱主要地位判断。好、哦、啊，我感觉啊，即阵做立法委员，特别是立法这种立法，要有充分的地位，做伫重要关头做上明确的决定。好、哦、啊，第二我讲爱勇气。现在立法你要怎样呢？那我去年4月12日，我足记啊足清楚。四进四出呢，好、哦，警察更出四遍，立法四遍更出去，最后一遍上就台台平的休困一礼拜。好、哦。这点哦，老实讲，有那是破纪录嘞，破纪录啦！我这礼拜捉的纪录，刚才大家讲个代志，啊，同时爱有信心。有那捉的代志，我拼皮包，结果无采工嘞。哦，礼拜二三年来，我拢是在主导过程，啊，不是主导结果。好、哦，民进党一直在咧车拼来，哦，电视什么放出来，拢有咧镜头，拢有咧讲话，不是等咧就变啊，无就变头毛诶。哦，啊，不是较看就头先不晓得变，但是结果。亚秋龙珠，结果国民党拢同意，所以我你讲讲啊，反什么叫做反对党？我甲反对党下面四说去，我外里电龙什么叫反对党？我讲吼，赞成的都被否决，啊，反对的都通过。好、哦，外里电内面吼，反对党我甲解释名词吼，我想讲在讲，赞成的都被否决，啊，反对的都通过，叫我做反对党。本来就无奈的，你阿要先讲要先，有事讲到无吗？
阿伟在有到边个啊？不了，讲你讲啦，人伊放牛去放牛，看报纸看报纸啦，敲电话敲电话，到你灵气了，表决表决当选，安尼。所以感觉足无奈，所以有人感觉啊，安尼食这道拢痛，我何必遐尼艰苦？我一晡也袂歹咧，真是烧好又烧来，咱转来顾顾嘛袂歹。我三个囡仔嘛看咧顾水顾水，对不对？朋友真多，有爱开讲要泡茶，啊，三几交面即个穷朋友，即个咱穷朋友来，因到底嘛好处，大拢学问真饱咧，幽默风趣。啊，到底讲到到底，看过我风花雪，会当讲讲几年，讲几年讲袂成，话讲袂完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咧光头咧模仿，感觉爽快爽快，真不得劲，不得劲。但无时间。我喜欢你这样的精神力量，拼到些拼三年，全勤的，我是全勤的。咱两边出国真够开会，三年咱唔得开心。吹风落雨，对东透透风台，我拢去开会，只要伫我有开会，我就去的。啊，叫拼皮无有啥结果，无结果啊！咱的主张，咱讲的有道理，对大家有帮助的物件，起来拢互红色星纸，有代啥？电视来抽啊！哦，我一日到晚放我鼻头毛，怎么冤家抽麦讲相拍，啊，啥了？满堂会结果互根除根离，结果互抽嘛。啊，我为啥？为什么？但想想讲，即开始信心动摇了，所以我讲啊，袂使。有困难，有阻碍，受到挫折，但为着世间讲来讲，过去三年比即阵咱有进步真多嘛。上加到那有啥物反对状？连动也未在阻挡，竟然也在阻挡嘞。不然那个颜色都还，别人还在做什么？新一动、产业动啊，什么统一动都还在动，啊你不动啊，不动的人还在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本地嘛是进步啊，对不对？咱开一条路给人行，哦，这边种也有进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今仔日就是咱开会，恁行个大路来公公开讲一个代志，看要马里英辉，啊是要买苏州买乌白白，嘛会使讲拢有代志。连手机个酒盖就别个两台，你个乌个马是你讲要个丝毫个小事都嘛无要紧。现在国民党上紧张个代志，知影啥物代志？下辈子上紧张，伊个位做会成啊？华人是好金牛，哎，好辈孙上金牛，啊，西洋乡上金牛，蒋介石上金牛，因为以前臭头上，即烦恼当中，我恶来着，对啦。所以西人是蒋介石上烦恼，啊，华人是好辈孙上烦恼，因拢行红手路来。所以安尼看来，台湾是有进步吼，民主确实要开，言论自由空间也加足大。后面当拍话，明仔载一个上乌的迄、那个，上乌字的黄昭东。美国的李立本的迄个大都，后面端黄昭东明仔载做一点十分飞机夜航，班机是1G202，要从这个桃园机，我明仔载接机，明仔载转来。无简单，后面端拍话张三龙转来，平民教授转来，流亡海外20-30年，拢会当转来解决。啊，这进步，这进步。所以想想看，恁唔系为咱失去信心吗？如果继续用这个速度安平，有两三年。五年不是十五年，不是三年五年，是免到五年三五十五，是三年五年，上过八年哦，会变天啦，会变天啦。美国十二年变天，五年比台湾八年就变天啦，我算八年变天。所以我去求神明去拜的时候，我拢真正诚心实意，不管有赢有无赢，包括家拜托神明后，只要有灵性啊，保佑我智慧，我勇气。我信心，我感觉今日台湾人，这不是我需要，是咱台湾人需要的。台湾人有地位，有地位。咱教育水准提高啦，你看台湾人做生意，零零七一关，中小企业创造台湾经济奇迹。这不是国民党分配给的，讲我三民主义建设台湾成功，迄种好消息，伊拢外国成功啊。所以讲，你这种问题，我为了要讲一句更加讲，讲国民党的经济奇迹就讲，国民党其他所在办遐代动作，只有台湾社会做。中国在那贪污腐败，尽管做，来台湾贪污腐败，吃那些下西台的台湾都无做，这是国民党的经济奇迹啊！啊，所以讲，这咱也有信心。啊，台湾人有勇敢，讲你勇敢吗？哎，一日干我中央啪，什么人要啪一日干？哎，啊，啪皮波，西贡汉新跟那台湾那些人愈来愈多，过去拢哦，惊台湾人并吞走去美国呀，去买外国机器、外拍出货啦。啊！一日到新区，有时送一本、第二本的卡帕斯堡，都带一个起面啊，起面啊，甲起个，变讲牙刷随时到准备走路咧。啊，美国有钱，啊，我是东斯利的啊，托斯达黎加啊，啊，去四边去啊，东加共和国四边买外国护照，准备两路囡仔杀出，这算是为何呢？走来走去，不是太空人就台独，在台湾独自一人叫台独，啊，我的太太不在家叫太空人，我台湾的太空人太空兵。
足多啦，你太太无伫厝诶，太太去美国照顾囡仔，啊无着囡仔送出国，啊家己伫台湾孤单孤寂住诶，种态度，所以台湾过去台独分子真多，啊太空人真多，啊即摆台湾倒来就啊，上阵是台湾较好趁食，连台独迄摆人想尽办法，要偷渡我来台湾，后最近我掠一只船，顶下我到再三四十个偷渡。偷渡去，你进来看下啊，老朋友来见面了，又来了，邓哥来，廿三四个也是要来，大家好参加，所以年年中国人嘛要来，所以精神上面咱对咱家己有信心，哦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讲今仔日活动，今仔日办这活动哦，唔是要讲什么政治的，但是嘛，外口有人啊，内面比较服务员，我感觉，台湾诚实文化水准提高，毋是敢听政治骂国民，我只个喊你骂国民党，顶多阮俄罗斯民众讲国民党有滴改，国民党改革，但是改革无够，改革无够紧，咱加个修理两下，咱加变来用咱选票哦，加减两点哦，国民党我想会加加强努力去改，所以现在哦，要正确叫好，要是正确是。啊，抓了哦，有时间哦，是不是？我讲几下，这个李焕英笑给大家听。李焕英第一笑给我，李焕英我是太骄傲，我以前也不算代表，不算以后第一名去做李焕英，那时候挺紧张。是你讲谁呀？听安尼讲，历史轨迹安尼应用，不为了讲我不要。加在等下边做过议员，哦，做过市员，伊拢是真杰出，我边个去解问。所以初迄个会议，做李焕英，做到迄个，做到尻川哦，迄裤哦，白条拢无破，尻川拢破。好，因为我就其他都破，破迄磨损率足高呢，吼。但是有一个物件，啊听一个笑话，我就听一个笑话啥，伊讲余振宪甲我讲，伊讲好啊，足趣味嘞。伊讲，阮阿公当初台湾刚好时选国代，伊是台湾选国，我选嘞，国民党会代表嘞。哦，选在讲伊把第一届国代，所以就讲因阿公，哦，黄余秀人，哦。黄余秀人啊，东山哥李炮辉员，因阿哥啊第一代，啊，所以因老母啊是变做李炮辉员，伊讲因老母啊第一代啦，第一届就对了，第一代第一届就对了。伊讲啊换孙我阿哥的孙，阿哥的孙啊，老母的囝，我。